Hello，哎，怎么上上上面进来的？ 你没听到很嘈的声音吗？会吗？我的我的我的 background 的声音，嗯，样子的声音吗？很多杂音吗？会不会？不会哦，因为我家后面的那个我的邻居在他在除草，喂、哎，吵到死，又除草又烧垃圾，真是要疯了哦。 太吵了哦，对，我因为好，好，我戴耳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啦，没有，我我如果没有戴耳机，我开掉的话啊，你们应该就会听到割割草的除草的声音啦，很吵啊。哎，准备你们的啊，第九课，第九课的九点二那个 part，peranan suruhan jaya p e n b a n g u n a n persekutuan。 打那我们来用咱们等一等其他人进来呀、啊，靠风这边吧。 啊！你们有一个一个一个星期的假期，真好。我看一下人数多少啦？还有水啊，九森，九森进来没有？九森进来没有？九森没有。北汉、黑恩、彩轩，还有 Jamie，还有个、X、l i n 还有 j a n s e n 三个人。OK，呃，九点二这个 part 哦，是讲关于呃这个 Perumbaga 案，我们的宪法。OK，宪法。 到这样应该懂了宪法是什么，在我们《卢坤的嘎达》里面第三条“格卢霍人不伦巴嘎案”这个东西，所、so, 以这个包我们这个包我们是读关于我们要去啊、呃，已经是要迈向这个独立。我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啊、呃，那个东瓜图拉曼他带他的团队那个容博案去伦敦，对不对？去呃，伦敦案 for 那个啊，马德加，所、so, 他们。 啊、uh, 的那个结果就是他，他们在会在三十一号独立，说他们在那个哪里，在马六甲的那个啊、uh, 巴丹马达希列这个地方哦，他们宣布嘛，对不对？宣布这个好消息给大家知道。所、so, 以在这里呢，我们讲我们在独立之前呢，我们国家呢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宪法，这宪法呢就是我们的最高法律。 所以、so, 在任何的政府啦，我们讲给、okay, 任何的政府或者是任何的人呐、啊，他们在执政啊，我们国家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参考这个宪法。哎、okay?，这宪法呢是为了要呃我们讲保护人民啊，或者是我们讲最主要是保护人民的这个啊利益。 啊，才有的这个宪法，所以政府呢，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呢，他们必须要参考这个宪法。哎，说、so, 如果他们政府所做的任何的决定，我们或或者是政府做的任何的这个法律啊，我们讲啊，他跟这个宪法有任何的冲突，哎，可宪法说不可以这样子做，可是你们我们的这些部长们，他们啊、呃、去啊啊、呃呃、立法的时候呢？ 啊，他们违反的这个宪法里面的一些规则的话呢，那个法律呢，它就不会被生效，也就不会被通过。啊，这个是一个好处啦，所以它会避免一些我们讲啊，一些我们讲人人物啦，啊，他们会滥权呐、啊，或者是啊，所以这个怎么讲呢？宪法它是一个不一个如猪干一个参考，给那个政府去如何去执政这个。 我们的国家，所以在这之前呢，谁呢？这这这个宪法是来自哪里的呢？来来自哪里呢？所以是由这个啊，苏罗汉加亚布伦巴干帕塞古杜湾就是我们讲苏罗汉加亚瑞这些人呢，这个团队团队啊团队，他负责帮我们去啊、呃，我们讲规划我们的宪法的。 OK，所、so、以你看啊，第一个他讲“ pembentukan Suruhanjaya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它另外一个名称啊，呃，旧的 syllabus 啊，我们读就像我的年代啊，我读史家二的时候，我是读这个字的，我们读苏罗汉亚瑞“ Suruhanjaya”，可是你们现在现在新的这个 syllabus 啊，它换掉了，它它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叫苏罗汉亚“ Suruhanjaya”，要长一点啊，“ Suruhanjaya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达纳马拉尤是不是很长？以前我读两个字吧，了，苏罗汉加尔瑞啊。如果你们写苏罗汉加尔瑞啊，在考试里面其实它也是算对的，哎，没有错。跟啊，只是担心他如果还写问题问哦，他他他用这个字苏罗汉加尔不能把刚刚不是个段达纳马拉尤的话，你不知道它是苏罗汉加尔瑞的话，呃，是是一个问题来的啦。所以这两个字你们都要打知道咯。啊，苏罗汉加尔瑞或者是这个苏罗汉加尔不能把刚刚不是个段达纳马拉尤啊，都是同样东西来的。 所以这是在几时呢？他们成立这个 SUREN 苏润 a 人瑞啊，是在五六年哦，就是在我们独立之前呢、啊，因为我们独立之后，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自己宪法吗？懂得怎么样去管制国家吗？怎么样管制国家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宪法。在五六年的时候，三月八号，他们成立这个委员会，来帮我们去做什么呢？这个 SUREN JANRA 啊，也叫 SUREN r o 苏润加人布拉巴甘布斯 a 端达纳马拉 u 他的工作这三个工作，大家必须要把它记下来。 ok 这个左岸加压波伦巴嘎安波斯个端打那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帮我们有三个 key word 你一定要懂的 man bing j i a 不到他哦这样子的呃 m 为什么我说这个我还来因为我要写了这字吧 ok m a n 还有 moranga 这三个提问你要知道的。So 有时问填空问，或者是 objective 问，还是 essay 问。Upper a s s p e l a n a n suruhan j a 或是 s u r a jaya berbukan s d a r a a n a l a a y u 所以第一个你要写的是，他啊这个这个 s u r a jaya 是 m e r a n g a 不是 m e n b i j a s a n 他们讨论，然后他们去规划 m e r a n g a 跟 menyusun。 这一个我们的普 e r 干，你这个三个你调换不用紧啦，你先你知道摩兰加现在是可 K，门尤孙先还是门兵江都可以啦。这是他们三个的啊、呃、的工作是什么？我们讲他的 p e r a 也算是了啊。说门兵江、门尤孙还有摩兰哥，我们的普 e r 干。就是这三家人的工作，这个一定要懂啊，大家。哎，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看到很多题目都是会问啊不过 r a n a 他们的 p e r a 是什么？这个一定要懂啊，然后把它写长。 OK，所以，在我们讲到他们在门敏江、还有门牛孙跟马让嘎这个不伦巴嘎案的时候，他们是随随便便这样子去哦，oh, 我们是这个小组，我们是特别的委员会，我们要怎么样去啊、uh, 规划你们这个达拉姆拉优的这个宪法，我们就自己的做决定可以的吗？不可以，在这里呢。 这个苏罗汉加安瑞啊，我用苏安加安瑞，因为它比较短啊，这是我比较喜欢用。OK，我讲苏安加安瑞，你们就知道这个就是所谓的苏安加安瑞，不能把干不能把干当然有啊。啊，所以他们的在他们在这个帮我们去规划我们国家的宪法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呃，我们讲参考，OK，参考以下这几个条规，OK，我们叫德玛、卢竹干苏罗汉加安，不能把干安。 八个端，达那们来用。所以在，在我就是说呢，在他们在帮我们规划我们的宪法的时候，这以下的多少个条规啊？我们看一二三四五六，哎，七个，OK，三六七，七个条规，他们都必须要参考，来来帮我们参考的单额，然后来帮我们去规划或者是 anga, 跟我们让嘎，根本就是我们的不能把答案。 所以、okay, so, 第一个还要参考的条规是什么呢？这条规是说，任何他们所制造的，说他们所制造的宪法呢，违反了这几这七个条规的话，或是它达不到这个七个条规的话呢，那个宪法呢，就一直要被修改，也就是一直要被修改，然后一直到它达到这七个条规，也就是它没有违反这七个条规啦。 所以、so, 第一个，他们要参考的这个条规，就是他们必须要 mencadangkan perumbangan bersendawan sebagai unit tunggal bebas dan bergerakan sendiri dalam lingkungan kawal。也就是说呢，他们第一个的条款就是必须要帮我们，或者是他们必须要建议，OK？mencadangkan 就是建议啊。 他们必须要帮我们建议一个我们国家的宪法这个宪法呢是怎样的它是一个独立的冻干然后它是我们讲它是 b a b y s t t e r 独冻干就是一个啦就是它没有很多个宪法马来西亚只有一个宪法嘛是不是所以它必须要一个单一的独立的 b a b y s t t e r 跟 burger a j a and s a n c t l a r y 而不是受到别人像 british 啊插手在我们宪法里面没有 ok 它是我们 burger aizon d a y l 在什么呢？在我们这个联啊英联邦的这个范啊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为叫英联邦？因为我们是英国统治的嘛，所以我们是在英联邦里面。所以，查档案得是不，不，加上跟 democracy bodyman，dengan 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啊呃查档案啊，在这个在他给的这个建议值的这个档额呢。 呃，它的这个宪法里面呢，一定要包含的这个 d e m o g r a p c y 法里面，因为我们是什么民主国会这一个啊、呃，这个 concept，在这民主国会里面呢，我们会有两个 day one 法务档案，这两个法务档案就是我我我之前有跟你们讲过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啊、呃、day one，哎，读写不了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day one rayyad 跟另外一个是我们的 day one negara 他们都是 day one 不能按的如果 day one 不能按可以 day one 我们可以写上去如果你们想要知道的话 ok 这个在我们风范的时候我们才会读到哎、okay, 它第一个是 day one negara 另外一个是 day one rayyad 就是我们所谓的怀疑到上医院跟下医院哎这、okay, 有两个 day one 不能按虽然我们工作是什么你看呢、啊

在这个宪法里面呢一定要保护我们的王的地位。我们家各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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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所以现在呢，我们 Raja 是属于 Raja 拉加莫博伦巴干，a 金君,君主宪法，那我们的怀疑叫做君主宪法。也就是说呢，这君主宪法是说，呃，王的权利啊，是赋予在这一个啊、呃、宪法啊、呃、之下的，哎、okay?，就是宪法给予这个王权力，哎、okay?，王的工作是什么？就像我们之前我们是闹到很大的这个那个风波没？ 啊，uh, 讲，呃，呃，这个我们要换首相的时候啊，然后讲，我王啊，我们的阿公有什么权利啦？阿公有没有权利去我委任这个首相呢？然后阿公有没有这个权利去啊啊、呃呃，就是我们讲啊、呃，就是呃，委任新的首相呢？OK，所以看王的权利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王的权利呢，它是在于宪法给他们什么权利。 啊，所以叫 rajah 伯伯拉甘，他跟以前的王的区别就是，以前的王是把国字母错了，k 现在没有吗？啊，现在的王我们保护他们的地位，维持他们的地位，可是我们承认哇，他们为 rajah 伯伯拉甘，在他们自己州属里面，哎、okay?，然后这个必须要跟从的啦，所以在宪法里面呢，啊，他们他这个宪法里面，如果你去读马来西亚的宪法，很长的一一很多一很蛮厚的一本书，你去上网找就是可以。宪法讲，OK，我们的阿贡的工作是什么？ 本マイ書的工作是什么？然后啊，每个书每个州的苏丹啊，或是來家的工作是什么？啊，他们的权利是什么？全部在这一個呃宪法里面都讲好讲，讲是讲明了的？OK，所以他们必须要维护他们的克多多干呢啊，在考量这个方面。OK，然后門恰當第三个是門恰，Java 丹克多那個的 OK，然后呢，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是不是？ 我们有九个州属是有苏丹的，对不对？哎，所以你们看啊，一个一个国家里面有这么多个王哦，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哎，一个国家样谁人是一个我们整个马来西亚的一个我们讲头嘞，我们讲,头我们讲可多的纳噶热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必须要达到另外一个条款，就是在这个宪法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呃，我们讲他们必须要建议其。 啊，建议一个这个特别的植物啦。哎，这个植物我们叫做可多尔那个的，我们拆单看叫单可多尔那个的。o 这样子的话哈，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九个这个啊苏丹或者是莱贾来选出这一个国家的可多尔那个的。OK，可多尔那个的你要知道跟可多可拉将很大的分别哈。可多尔那个的就是我们一个国家。 的阿桃 o k 也我们国家的阿桃呢叫格多内加热，这个格多内加热就是央的不端阿公，就是我们所谓的阿公啊，OK，阿公就是我们国家的格多内加热，给、okay, 你们有一些，我还我,我发现有一些学生还弄不清楚什么是格多内加热，又是什么是格多格拉加安，很多很乱啊，对不对？格多内加热呢是由这个九个王，每个州的王啊，每个九个州的王呢。 选出来的阿公，OK，他们的任期是五年，OK，五年他们就会换另外一个人来去做这个国家的阿公。哎、okay,，他做阿公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可多可拉内噶热喽，OK。然后可多可拉加安呢，就是政府的头，哎、okay,，政府的头是谁呢？政府的阿桃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首相。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差别啦。OK，所、so、以在这个呃制造这个宪法的条款，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必须要建议一个加瓦旦，OK 一个职位，这个职位叫做、哎哎、可多，来讲，哎可多什么可多那个热也叫做杨迪巴段阿贡。OK，然后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另外一个条款就是他们必须要呃我们讲只有他们必须要。

OK，因为很乱嘛，所、so, 以我们独立之后呢，我们只有一个 OK 一个形式的可玩翻的国家，也就是说，国家的国家，不，不是国，土，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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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南，加、这、南、个，南、呃，南，南、就是，南、呃，南，南、哎，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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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可 esteem 啊，可独独讲可 e s t e e 我啊 o r u 还有一些我们讲、呃、本丁来啊 k 本 p e n t i n 高棉来源呐，哎，所以他他,他,他我们讲他，这里有一点不公平的地地方，可是你看起来很公平，可是还有一些地方不公平的，呃，所有任何的这个宪法呢，哎，他们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呢。 啊、呃，有一些地方呢，他们必须要考量到马来人的地位为先的，来、欸、做任何的决定啊，或者是啊、呃、什么政策呢、啊，他们必须要考到考量到马来人的地位为主先，因为这个宪法所呃讲明了的嘛。可是其他的种族，像我们华人啊、马、印度人啊，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啊，哎、欸，怎么办呢？ 我们的地位还是会被顾及到的，也是会被保护的。哎，格布丁安萨高温蓝啊，所以他们必须啊，以以谁为主呢？也就是们来布拉乌啦，格鲁冠奥朗布拉 u 为主先。哎，所以你看到吗？政府的一些呃，我们讲一些决定啊、政策呢、啊，他们都会是以马考量马来人为利益为先的。我们其他种族没有办法去呃反对。 哎，因为宪法已经阐明了，哎，已经明列啊，已经很清楚的写出来的。哎，我们没办法去改变它，可以改变，除非你去修改这个宪法。宪法可以修改的吗？可以。哎，宪法是可以修改，可是呢，它必须要通过啊、呃、四分之三，哎，你知道吗？嗯、啊，迪戈本版的四分之三的国会议员的通过啊，你才可以去修改的。 你可以想象，我们在国会里面，你看啊，两百二十二个人，他全部都是以什么人为主？马来人为主啊。你觉得马来人他们会修改掉这个条规吗？啊，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呃，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课题啦。说、so, 大家那些政治人物啦，呃，他们也是尽量的，还是我们大众人物啊，也是呃，民众啦，也是很少我们会去呃触犯这个比较敏感的课题啊，因为。 都我们已经都其他种族像我们华人、印度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啦，这么多年了，什么六十年了啦，哎、我们独立是花了六十年啦，对，啊，都已经这样子安然无恙的这个过这个日子，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包容呢？我们一些人看、哎、有一些政治人们呢我们会用这种课题啦，哎呀，你看华人的地、华人的一些利益没有受到保护啊，其一直顾及到马来人啊，这其实。你看以前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没有什么这没有什很大的问题的、啊。 没有一些种族纠纷的问题啦，为什么现在会有呢？可能就是因为一些政治人物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为了得到人特特定的一些群组的支持呢，他们就利用这种手法，哎，利用这种种族课题的手法，来去啊、呃，我们讲得到一些选票啦。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受到这一些啊、呃，这些这种种族课题的这些影响。你可以想象我们。 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人生只有一次，吧，对吧？为什么我们要为,为,为要受到这一个这种种族课题的影响到我们未来的生活？是不是？因为大家互相包容咯，对不对？有我们大量一点呐、啊，我们让他们咯，对不对？我们还是可以过得好好的嘛。啊，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个。 呃，讲到来，呃，这个地，这个这个土地，哎，都是我们都是以前话，我们的祖先都是外来的嘛，哎，可是随随便讲，我们现在还是我们已经是正正堂堂是一个马来西亚公民，可是我们还是不还是要哎，在以前呢，我们在谈这个谈判的时候呢，呃，为了要得到这个马来人的接受啦，哎，在很多一些事情，哎，我们开出的这个条件是我们必须要。 维护他们的这些特别的地位啦。这一个东西呢，是从 Redis 的年代已经开始有了的啦。啊。我们讲一个 Ismian，安格鲁干戈 Ismian，我们来用，一直、嗯嗯、到现在。哎，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只能可以接受它了啊。然后另外一个条款呢，我们啊，他们必须要跟从的，就是要呃，门门多萨都克，克来将萨一样。怪。哎，要建立一个中央很很强大的中央政府。 Okay. 除了中央政府呢，还有 k e r a j a n negeri 州政府。Okay，连衙门不愿意不把不挂失 autonomy 的程度，这个是另外一个条款啊。然后还有 Memeriksan aturan perbagaian wujud i s e l u r u t a n a merayu d e e g a m b i l kira kedudukan martabat Ratu England dan Raja-Raja merayu。Okay，这边也是一样咯，说、so, 这个跟其实跟诶、哎、这个这个一样的差不多。诶、okay.，还有 Check 啦，这个这个这个 啊、呃，呃，这个宪法呢，哎，它也是要门门啥，门啊不要给了克度度干马头白，就是他们必须要呃呃，我们讲门啊不要给了，就是顾及到了，这是呃，Ratu 啊，拉土英伦，英英女王，还有我们本地的王的这个地位啦，也在宪法里面，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两个其实两个都是很相似的，我们两个克度度干，还有门啊不他们的克度度干马头白。 OK，这个是七这七个条款啊，你们要懂的。然后 s 罗汉加 h 不 n j 干 y a perbaganaan apa j a n g OK，这边呢，第三呢，是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他们特就是他们的责任有啦。他们的 tugas。前我们讲到了 overall 啊，他们的 tugas 就是那三个哦，门查当、门牛孙跟门朗哥不能马干啦。现在我们来看更详细的，他们的工作就是什么东西？ Tiga, tamat yang, eh, jika anda nota tak anda boleh meminta cadangan daripada semua penduduk yang berminat secara lisan atau bertulis untuk diteliti. Kesannya Suruhanjaya ini meminta banyak memorandum daripada pelbagai pihak. Memorandum, ini kita pernah kata 就是说，啊、呃、像我们，像我们一些政党啊，他们要呃跟这个首相建议一些，啊，给开出一些建议的话呢，他们就会写一一封信，哎，一封信里面写备忘录，就是他们的建议，啊，叫我们叫 memorandum，给这个首人家页。所以这首人家页呢，所以他们在在帮我们规划我们的宪法的时候呢。 他们会他们收集人啊，我们讲民众的一些啊啊，我们讲民众的什么意见？哎、啊，收集民众的意见，然后这意见呢，可能是像口头上的，或者是直接不独立上，你可以书信的方式。所、so, 以这个索万加亚呢，他们就收到很多这些备忘录啦，来自很多的这个嗯，比哈，来自比哈啊，politik 或者是一些不独波汉不独波汉这些，他们开出的一些建议啦。 哎，这、hey, 建议呢，他可能他会接纳，或者是他们他们就会参考了。我们讲会参考，参考不一定他们会接纳，可是他们会参考啦。OK，然后第二个的工作就是 meneliti keutuhan perdagangan kedudukan bagi g negeri dalam persekituan, menghadap raja-raja Melayu, menteri besar, penasihat British dan pegawai negeri。第二个呢？ 因为他们也要去啊、呃，因为其他的国其他国家吧，其他的州属呢，他们都有自己的宪法的。其实，你像这宪法，宪法就是你如果你记得吗？像呃，undang u n d a n d u o r n jo ho 啊，这个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法律。每一个州呢都有自己的法律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因为我们要全部我们要独立嘛。 像我们这个马来西亚半岛这边，我们大家要想要独立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宪法，只有一个吗？它不能因不能因为每一个州有不同的这个宪法，我们我们我们成立不同的不同的那个宪法出来不可以。马来西亚只有一个宪法，所以说他们必须要去啊、呃、参考或者是研究马的利蒂啊这个他们每一个州的宪法，OK 每一个州的宪法。 连他们怎样去参考呢？他们要去啊、呃，去啊、呃，参见这个每一个州的王啊，然后我们德里伯萨啦，州务大臣啦。如果那个州属是没有苏丹的啊，或者是一些不带不哪些海 British 啊，或是不加外不加外那个离，都他们就会去参考他们啦、啊，去问他们一些意见呐啊,啊，关于他们这各州的这个啊宪法。OK，s、okay, o 我们的宪法呢，和州属的宪法呢是统一阵线的，OK，所以学能比较大呢。国家的宪法比这个州政府的宪法比较大，所以任何的这个州政府的这个稳当稳当啊法律啊，呃，它跟这个宪法有任何的冲突的话呢，州政府的法律呢是不会被通过的。 啊，所以他们必须要参考啦，去了解，诶、哎、州政府有什么法律，然后我们要怎样去把它纳入在我们的宪法里面啊，这些，所、so, 以蛮多工作的，蛮多东西要做的。他们，诶，们的里迪克的杜甘布的巴案，然后第三个他们的杜干什么？门里克朱格门，门车辆，为了为了开很多的什么，meeting 啊。 诶，okay, 开 meeting，然后跟谁 meeting 呢？跟每一个州的一些州务大臣啊，然后啊，苏丹苏丹啊，e e t i n g 啊，去到这些哪个地方，又还有哪个哪个时代，啊，很多很多东西要去讨论的。然后，mengadakan persidangan untuk berbincang b e b a g a i isu。persidangan e masyarakat，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东西啦 p e r s i a n okay，persidangan 就是 m a s y a r a 啦，okay, 来去讨讨论一些嗯一些 issue 啊一些课题啦，OK 这课题呢你看啊总共啦、啊、这是一个总多啦总多巴西啊总共他们有这个呃从六月到十月啊这个期间呢、啊，多月六七八九十这五个月里面哦，他们总共开了这个啊一百一十八次的这个巴西档案。 啊、来讨论一些课题。有时候你看，宪法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以去诶、欸、制造出来的。然后第第五个的图加斯呢，他们要去，门基、孟门尔、拉普兰，还有门恰当，本本都干十八不同的班，二百一十八个国家啊。这个最终的结，最终的工作就是门会计、门报拉普兰啊，做一些报告啦。他们收到美毛人，他们要做一些报告，然后要去研究，然后他们。 从这个 memo r a n d m、um、备忘录里面呢，他们再去建议我们的，不懂吗？哎 <noise>，所以、okay, so、在这里呢，我们讲看我们这边有有讲到吗？这个主人讲也要收 read 啊，他们收集各方的这个备忘录嘛。所以这边呢有很多个这些啊各方面的人呐，哎，包括政政治人物啊，这些啊社团啊，他们都。 陆陆续续的开始表达他们的心声，表达跟他们的 idea，他们建议。OK，那来去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去形成一个透过宪法，怎么样让我们形成一个呃和谐呀、啊，然后独立的国家。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嘛，比起其他外国啦，我们的我们的会比较复杂一点，比较复复杂一点。 OK 所、so, 以必须要考量到很多很多方面，那又考量到每一个州，然后每一个王，然后每一个种族，马来人、土族这一些种种种种的一些呃课题啊，他们都必须要解决，所以他们总共开有一百一十八次这个艺术。啊，最终才有敲板啊 o k 这个是我们国家的宪法，最终的宪法，所以他们最后他们经历很多很多的 process 啦、呃，在这里。 比如说这里呢，这个就是我们这这个团队里面的，这苏拉贾亚瑞里面的这个团队。为什么我们叫苏拉贾亚也叫做苏拉贾亚布拉巴干特斯科丹达纳马因为他的哥多他们的主席啊，他的本公司他叫罗瑞，所以我们用他的名字名称来命名啦，苏拉贾亚嗯，所以你看呢、啊，这边的人物啊，都不是都没有本地人的，都是外国人。哎，因为什么呢？比较公平啦，公平公正。 ok 然后他们又比较有这个经验啊才可以帮我们去啊帮我们去规划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适合我们国家的宪法哎对所以你看、啊、他 ota, 你看它的昂国大看到昂国大说人家要不能把干呐 ptm 雅迪兰店不不公司啦大不了干崩啊这样打到别的文档文档所以他们这三个因为宪法是最高的法律嘛、okay? 宪法，话也叫最高的法律，所以这五个人是不可能，五个人哦，这这个团队里面的五个人哦，都一定要有什么的背景，法律背景啊，你不可能叫一个 businessman 啊来去帮我们去规划我们的宪法嘛，不是死。哎，所以他们都必须要有这个呃法律的这个背景的，所以他们读过 law 的，他们懂 law 的。 OK，然后他们又懂什么呢？因为啊、呃，我们是联英联邦嘛，所以他们也很了解这个 System of Ununomobile AN 英联邦的这个法律，所以他们很了解。你没有发现到这些全部都是英联邦的人的吗？巴基斯坦也是嘛，i a 也是嘛、Bay、，in British 的 Australia、Britain 不用讲了啊，他们都很了解他们那个英联邦的法律，跟他们有法律背景的这些人。OK，我嘞。 所以、so, 你可以 emboss 一下这个啦、啊，关于这个舒安加瑞的这个 QR code，你可以去 scan 一下的话，有更详细的、更多的 information 啦，关于这个舒安加瑞啦的这个一些资讯啊，你们可以找可以 scan scan 啊，可以看一下。All right，然后下面的这九点二呢，呃是什么呢？呃，这 informative 九点二，来我们来做一下，看一下你们关于这个这个索安加瑞的 b r a n a 看你们了解吗？ 啊，这个是讲他的那个安国大的喽，然后这是讲，哎，这两个都是讲他们的安国大的，以讲他们的安国大。

然后、so 啊哦，然后，然后，然后，然、这、后、个，然后，然、这、后、个这个，然后，然、这、后、个，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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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后，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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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后，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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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这个，然后 or，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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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 哎呀、okay, 然后下面的这一个，下边可以啊，公布叛徒叛汉，哎，叛徒叛汉，说一下，有各种各种各样的内容。虽然宣布是由 British 宣布的，在几时啊？在我的忘记了，哪个名字？啊吧吧吧吧，我看一下，六三月的啊，八月三号啊，不是三月八号，五六年。o、okay, 然后这边的是他的英国大啦、啊，就是这这这几个人啊，这我们不用写上去了。 这几个人，所以我觉得有点不重，不是很重要啦。所以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他们的杜 gas 的 A B C D E，OK、okay, A B A B 这五个杜 gas，跟这七个的嘛都主关。哎，大那猛然抢我们的破蛋答案，A, 这必须要参考的，必须要懂啦。这个必须要把背起来啊，这个没办法，哎，一定要把背。哎，所以这些。 比较 special 的这个 part 啊，像数论和讲的 read，这个一定要背，哎，很长的，我看之前之前呢，之前的时讲到题目都很喜欢问这个问题的，数论讲的 read，数论讲的 read 这种课题，因很多东西可以问，哎，尤其是处在卡让哎啊那个 AC 里面呢，卡让那里面不是卡让，就是 AC 派，哎，所以这个要大家要了解一下啊，这个这个东西必须要知道。OK。 好，呃，来，我们重新的装回来，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九点三，因为这边现在一分钟，呀，快点啊！